EasyGo 支援教学电子白板工具，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个桌面画笔，好，这边它要存档的名字。好，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画笔，可以做各种注解，可以选择颜色，好，可以选择大小，可以选择复原，也可以擦掉，也可以打字，或做各种不一样的工具设定。那更可以把画面照相照起来，好，也可以做录影，还有增加到一个 PDF 去。好，各种属于萤幕画笔的一个工具，可以方便你使用 WeMote 来做电子教学。那另外它也有其他的工具，举个例子，还有一个叫做萤幕遮布的程式。这个萤幕遮布有什么用处？你可以选择你要遮蔽的多少空地方，好，那你也可以把它拉回来。好，你上课如果有需求，你想挡到什么程度，那可以利用这一个萤幕遮布的一个功能来做适当的教学演示。那你也可以使用聚光灯的功能，好，聚光灯的功能在这里。那你可以把聚光灯放大缩小，有手指的时候可以移动，好，可以移动，方便你做一个教学的演示。好，这是相当不错的工具，在附属应用程式里面有一些 WeMote 的工具方便你来使用。